男篮世界杯球星花名册，坏小子赵睿。赵睿1996年1月1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，中国职业篮球运动员，司职后卫，效力于 CBA 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。2015年1月25日，赵睿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运动健将称号。2016年，赵睿代表广东宏远俱乐部首次参加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。2017年5月13日，赵睿入选国家男子篮球集训红队。2018年9月1日，赵睿帮助中国男篮红队获得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冠军。2001年，赵睿的父亲送赵睿进大庆的一个篮球训练营中接受篮球训练。赵睿被来自 NBL 百宁队的孙启开看中赵睿，并带其进百宁三队。2016-17 赛季，赵睿代表广东出战47场比赛，场均出战 24.5 分钟，得到7月5日分、3.1 篮板、2.7 助攻和 1.3 抢断。